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喜剧的喜剧，我是主持人小妮，欢迎各位。喜剧新春佳节，悦享狼牌特区，喜剧的喜剧由狼牌特区独家冠名播出，龙将街乡，龙马奔腾，狼牌特区恭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首先欢迎我们现场的150位品校团的成员，各位好，你们好。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各位特邀品校员，他们是蔡明老师，欢迎冯磊老师，欢迎倪萍老师。喜剧的喜剧第9场聚会现在开始。到目前为止，我们团队小聚的席位情况是：张薇薇小队获得了一席，金飞晨曦小队也获得了一席。那今天就有意思了，本次有没有小队能够全员进入我们下一次喜剧的喜剧年度的大剧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哎，喜剧的喜剧就是超开心，我呢就是超爱喜剧的喜剧推荐人常远。哎呀，欢迎大家。还是那么些老朋友啊，以及我们这个抱枕陶亮老师，还有这边 PPT， 这叫KT 板。刚才陶亮跟我说给我准备了一3盒板，我说没那料的。哎呀，真高兴啊，又是咱们这些老朋友们。先上场的呢就是我们这个马兄啊，还有我们这门子啊，大脑门。哎呀，门子这名字让您喊的吧，那么有气魄，听起来很门子，竟然能闯出来，这孩子真的就这门就厚实。二位什么感受啊？今天得上场比划了。其实我还是有点心慌的，对，所以一会儿得让我们队长陪着我一块儿去。你不会让队长助演吧？队长帮我助演，但不上台，就是配 US。哦，这节目维维也参加了这个声音的这个表演是吧？派出了我的声带和他一起，对，跟我并肩作带就是。那我们这个陶亮战队的门子，你听我们这多有气魄，陶亮战队的门子，都不是好惹的，你们就输了。怎么样啊，陶亮姑娘？哎呦，就是很紧张。不用紧张，不用紧张，不用。但是其实我们还挺期待的。也是的。我还真没看过女孩演默剧。哎，我刚才跟金飞老师也提这，我说我没见过女孩演默剧，是不是？对，因为我见过，你绝对值得期待。是吗？特别好。他当初刚开始录这节目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你自己的。这回是说真话。你跟双剑没戏啊？我们不是一个 level 的。哦，你嫌得太次是吧？不是，他们是两宗路子。哦。就是双剑老师是，就好像他更生活一点。嗯。但是这个呢，纯艺术。就是感觉他就是默剧界的默剧李丁吧，就是这样的。就是更夸张一点，就是怎么现在你这句话出来，我对咱们战队有点担心啊，我把宝全压在他身上了。现在这个战队里，金飞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门子身上，你还来了这么一句，行了，来吧，那咱们就欢送咱们两组人啊，加油，门子，好，都加油，看住了啊，没问题。本期首先进行1对1切磋的两组喜剧人呢，是来自张薇薇小队的谁呢？马旭东，哎，他已经准备好了啊。还有金飞晨曦小队的李大脑门。那接下来首先有请马旭东为我们带来《借我充电宝》。爸。哎，儿子，干啥呢你？今天我们单位不上班，然后呢，公司组织团建。啊，骑自行车跑环线呢？啥呀？哎，儿子，你那脖子是咋了？
啊，是这样，前几天公司不是开会吗？领导说一句话，我就点头表示赞同；说一句话，我就点头表示赞同。领导说了一整天呢，我脖子就这样了。啊，行，那个客套话说完了，问你点正事啊。你说，你刚才不说团建去了吗？啊，我也想玩，你带我一起去玩呗。爸，我刚到这家公司，他也不方便呢，都不熟，对不对？有啥不方便？不是真的，那爸跟儿子玩不？不是，没电了。没事，没电了，拿个充电宝。充电宝给它充上电，然后我就会发现没有。哦，我想起来了，充电宝我上个礼拜借给李姐了，我得问李姐要。李姐，李姐。啊，是不是？我早就说了。李姐，啊，等一下，咋了嘛？李姐是这样，我手机没电了。上个礼拜我充电宝不是借你了吗？你能不能给我充个电？哎呀，咋的？一个充电宝对姐有什么想法啊？姐，我对你肯定是没有任何想法的，我就是想充电，充电宝你给我。我知道，看把孩子吓的。想要充电宝？姐，充电。我用着呢，你这手机都没插上电，咋不信呢？你看，咋的姐？你要跟金飞晨曦学快板啊？哎呀妈呀，我哪有大本事啊？嗯，是这样的，我手机有电，但是我的充电宝没有电了，我得用你的充电宝给我的充电宝充满电才能还给你。再等等啊，我打电话呢啊。不是姐，我真的着急用姐。你说他为什么非要用这？你小马。小刘，你啥时候来的呀？啊，我在你说你对李姐有想法那句我就来了。你来干啥呀？啊，我来管你借充电宝。你要是在我对李姐有想法的时候你就来了，那么你就应该明白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充电宝。承认了吧？我承认啥了？你对李姐有想法。我对李姐没有想法，而且我也没有充电宝。这没有？你说的是想法啊，是充电宝啊？哪个有？哪个都没有。没有啊，真没有。行啊，马旭东，你真行。哎，这点事至于喊我大名吗？这好像我理亏了一样。这我不觉得我理亏啊？啊，怎么了？不是，就感觉有点小委屈。你有啥委屈跟哥说来。是这样的，小刘刚才跟我借充电宝，我没借给他，他好像对我有意见了。就这点破事至于吗？你自己的充电宝你想借就借，不想借就不借呗。哎呦，小刘对小马道德绑架。其实问题没那么大，小马被欺负的不敢说话，主要是李姐跟我借了充电宝，啥时候还我他没个准话。小马说李姐仗着自己年龄大。你在那画画呢？是啊，他不还你你就跟他要呗，是不是？不是跟他要的事儿，主要是你不了解情况。李姐要拿我的充电宝给他的充电宝充电。是吗？李姐这么过分呢？可不是呗，你说谁能理解李姐用充电宝给充电宝充电，你说对不对？李姐。不是姐，我小马啊，哎，看你挺面善一个人，怎么喜欢在背后扒拉人呢？我没有，别扒拉我。哎呦，你这个人呢啊，我真服你了。行了，哎，不就一个充电宝，来来来来，还你，我不用了，行了吧？不是姐，你听我给你解释。小马啊，哎，不是姐说你啊，背后扒拉人就算了，被抓现行死鸭子嘴硬。你呀，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咋还用我偶像的歌来攻击我呢？充电宝借我用一下。我不借，我自己还得用呢。行吧，那算了。哎，张总，张总，张总，刚才跟您开个小玩笑，那个充电宝在这儿，给您。不用了，你用吧，我找别人借去。不是，张总，你看你肯定是有点误会，我这充电宝我也不用，它显得很多余啊。你看，哎，正好，你充电宝多余，你借给我呗，正好我手机没电了。你别添乱了，我这个充电宝是要借给张总的，是吧，张总？啊。只借给张总啊，行，行啊，哎呀，小马刚刚说充电宝只借张总，不借吴总。我啥时候说这话了？刚才啊，吴总过来说，
你就管你借充电宝，你说你别捣乱了。你可拉倒吧，我还能跟吴总你是说刚才那个富有磁性值得尊敬的声音是吴总？小马可真虚伪。吴总有误会，有误会。他们都没带充电宝，你这充电宝还得借我用一下。胯下运宝。小马，哎，打篮球呢？是不是有点过人之处？张总是这样的，原本这个充电宝可以借给您，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吧，我只能把充电宝借给吴总，借给你我怕吴总误会啊。这个充电宝不能借给我，只能借给吴总。不是，明白了，你好像我全明白了啊，小马啊，哎，你又跟吴总好好干啊，你将来呀前途无量啊。你不是张总听着，哎呀，小马人设瞬间崩塌。你给我一边子去。小马骂我，你说啥情况的？张总我能解释清楚，这事儿他是这个样子的。之前李姐他管我借充电宝，然后这个礼拜之后他就没有还我，我看你们的眼神我就能猜到我身后是不是有人啊。马旭东啊，长本事了啊，学会跟领导打我小报告了是吧？ 没有，来张嘴来啊。我为啥要张嘴呀？我看看舌根嚼烂了没啊？不就是借你充电宝晚还了几天吗？我多大罪呀！啊，你这么回我呀？不是姐，行了，不说啥。不是这样吧？啊，您说。姐送你一句话啊。您送。你真是前途无量啊你呀！这不应该是个好词儿吗？姐，姐，都赖这个充电宝，我就应该抛弃这个充电宝，我不要了。你要不？你要怎么回音这么大的？但是我不要他吧也不行，主要是我还得给我爸打电话呢。嗯，我这样吧，我把他充上电。哎，充上了。小马，你不是跟我说你没有充电宝吗？那手里的充电宝是不是你的呀？这个充电宝啊，你说出来你不信，它肯定不是我的，因为上面有一个马字，我有点解释不清了。小马啊，哎，你为什么要骗我呀？你起那么大范儿干啥呀？同事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吗？兄弟，你听我，你不要解释了。小马，哎，我现在甚至怀疑你曾经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不是你，小马，你曾经跟我说过，领导对我的方案很不满意，你是不是骗我？领导当时都想开除你。那你曾经还告诉过我，客户对我的方案不满意，你是不是也骗我？客户就想投诉你啊。那次啊，那次咱俩出去吃饭，你说 AA 制，咱俩一人55，这个事儿你是不是骗我？哎呀，这个事儿确实骗你了，挣了你17块钱。但是小马啊，17呀，17咋？你就为了17，你比开除的事儿还重要吗？啊，小马，你曾经跟我说过呀，咱俩要一起对峙过绝望啊。啥？我想哭一场，怎么出歌词了呀？啊，小刘，钱我还给你。欧了。现在主要是充电宝引起误会了，但是我能解释得清，是这个样子的。最早啊是。最早啊是李姐，她跟我借了充电宝。后来呢？后来呀，李姐就用你的充电宝给她的充电宝充电了。可不是嘛，再后来呀，我扭头一发现，你看李姐就在。姐，你咋还返场呢？你在草丛里蹲我呢？小马呀，哎，就一充电宝的破事儿啊，你至于吗？你要向全世界宣布是咋的？没有，我真想给你那儿刮走啊！我感觉姐，你听我说，李姐干啥？姐姐，你听我解释，你不用来这套。因为个充电宝至于的吗？啊，小刘，你听我。小马啊，啊，我也才发现呢，咋？你原来是这样的人啊！我是啥样的人啊？哎呀，张总啊，以后你可得好好教一教你的小马。不是你的小马，我是大家的小马。哎呀，那你这个小马可真是前途无量啊！暴击。为人与前途无量的小马决裂于2022年秋。干啥呀？至于吗？
老爸，那个今天过得咋样啊？今天过得特别好，这个同事们和领导们都特别关心我，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团聚。行了，别故作坚强了，把手机给你们领导。你还把手机给我们领导？对，就后边戴眼镜那俩。瞅啥呀，这儿呢啊。同志好，两位领导感谢你们呐。哎呀，没想到你俩还真把我这老头说的话当回事儿了。儿子啊，今天这一出啊是我们商量好的，特意就是演给你看的。演给我演咋演？小马我演的好不好？我是小马、在公司什么你的人我的人，咱不都是一家人吗？马呀，姐刚才可都是演的，别往心里去啊。马那17块钱我根本就不在乎。不，你就是那种人。小马，你的这些缺点呢我都记下来了。你拉倒吧，我刚才好像瞟到了，你记得都是歌词儿。所以儿子呀，明白到底是啥意思了吧？哦，我可以，他摔疼我了，给我捡起来。老爸，我突然一下子就明白了，也就是说，虽然我刚进入职场，你通过这件事想要告诉我，千万不要左右逢源，为了跟大家都搞好关系，从而让事情变得复杂，引起更大的误会，对不对？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呀，我就是单纯想逗你玩啊。谁说我不跟你去就玩不了了？好玩。老爸呀，你真是那个呀啊！我这一天都让你毁了，你干啥呀？干啥呀？真是一场快乐的团建，啊！你们等会儿，我要给我放出去！哎，走，还走不出去了，还呀，嘿，房子塌了，哎，谢谢。我觉得你跟那个帐篷真的是完美的融为一体，请预约。谢谢大家。3、2、1，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还有电吗？那个充电宝？充电宝呀。哦，刚才那个倪萍老师说他手机没电了。那个，快点，连跑带颠啊！来。老师好像手机也没电了。蔡明老师手机也没电了。给谁用啊？两位都是我们非常尊敬的。来，孩子坐这儿，坐这儿吧。你坐这儿。不，坐这儿。不，不能坐。你只有一个充电宝，是给蔡明老师呢，还是给倪萍老师呢？我没事儿，孩子，我没事儿。不，你必须只能选一个人给。你给谁？给蔡老师。给蔡老师。你给谁？一定是要给的。然后刚刚来之前的时候，然后那个小尼哥哥就跟我说了，然后替我来转交给大家。好，谢谢小尼哥哥，谢谢。谢谢几位老师。这样吧，我做决定吧，好不好？哎，正好我手机没电了，我先充一会儿。哎，我有个问题，就刚那个充电宝掉地上，那个是意外还是？那说实话是设计，真的吗？真的是设计，上场之前交的。对，上场之前。我以为是意外，我还说那个张薇薇那个接的还挺好的，摔疼我了。哦，那是即兴，那是个接的好戏。啊，华尔街的张薇薇啊？对，是我们队长。啊，我没听出来。啊，骑自行车跑环线呢？我也想玩，你带我一起去玩呗。这爹太淘气了。对，他什么缝他都溜。对，叫逆缝。哎，好像你们在创作的时候，队长也给你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哈。对。队长一直都在，真的。队长搂着自己受伤的、泛着筋膜炎的后背，就在那儿说：“这咋办呢？”大家伙说：“这地方得弄更好玩一点。”我说：“这个底怎么收啊？这地方怎么弄？”然后维维哥的话说：“小马，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想法，你看这样怎么样？”就是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哎，你这样说，我特别能够感受到，特别能让观众看到他们的合作精神，因为你要知道，不合作巴掌是这样拍的，看上去拍了。但是真正的合作者轻轻的一拍也有声音才有响，来点响吧，一个巴掌拍不响，来俩巴掌拍。你这个脖子的灵感是来自于长远吗？其实等于有什么张总吴总过来说话我看不见，
因为看不见就显得很刻意，人跟你说话你看不见就需要合理这个事儿。然后伟伟哥，我们排练的时候一直给我们帮忙，他说你不如加一个这个点，这样的话你这样说话也还能挺合理的。他这是对老师点头同意。对，他是那个，他是圆这个事儿。对我这样的就是一个普通观众来说哈，我还觉得这个小品啊比较深刻的内涵，因为现在在职场上，一方面是环境的复杂，另一方面就是当事人就是你，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今天在座的这些孩子们将来可能都面临着到职场上去，其实特别简单，千万不要想的那么复杂，心里干干净净的，坦坦荡荡的，反而很顺利。你自己对自己要自信，自信就是你是半斤就是半斤，不要幻想着八两的日子，是四两就是四两，然后这样的话再不怕四两，也不怕慢慢成长，我终有八两的那一天，我也会有到一斤的那一天，而不要指望说我就是四两，我怎么说一进门我就在我们单位成为八两的那个人，这样的话就会给自己带来许许多多的麻烦啊。在所有人不重视你的时候，你自己不能看低自己，你越看低自己别人越看低你，就是当你重视自己的时候别人才会尊重你。来，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成绩怎么样吧。127个预约值。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来，请就坐，观摩区。给自己能打个60分吧，只是把生活的一个小点放大了。对，就是根据一个误会引发另外一个误会，然后这个误会不断升级。作品本身它有两通电话，对，都是从跟父亲的通话开始，然后结尾也是跟父亲的通话结束，哪怕在打电话上能有一些喜剧性的东西出现。本节目由狼牌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喝狼牌特区，开盖扫码赢大奖，浓酱兼香，龙马奔腾，狼牌特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大脑门为我们带来父爱无言，掌声欢迎。肯定有压力，就紧张也兴奋，但是又怕没有表演好，就是对不起他。就是一个热爱舞蹈的女生，然后逐梦的故事，父爱的故事。有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就去坚持，然后第二点就是你的父母都是最爱你的人。修鞋不鞋、哎、不鞋修鞋、哎、无论男鞋女鞋，多么难修的鞋我都不信这个鞋都能修好些。干嘛呀？不合适吧？哎呀，嗯，哎哎哎哎，哎，包袱响了，你看，哇，不错不错，包袱，没味儿啊！哎呀，修鞋不鞋，没有修不了的鞋，除了。常年不洗脚的鞋。冰糖葫芦粽子，这是谁？哦，门门啊，大门。玉米馅粽子，
你们真像，真像啊。院里来新人了，院里来新人了。你爸爸，你爸爸。哎嘿，哎，挺可爱的，但是这么一比的话，就好像觉得这段掐了。
看这不就是大狗跟那猫的那个状态。他误会他了，
请37号考生李大脑门做好考试准备。
亮虽然没来，但是好像双剑就在。请预约。3、2、1，预约结束。你会跳新疆舞啊？那你说。你看看，陈曦老师他们动得好灵活呀，我看他们我都疼。我一开始真的会有点担心，因为张双剑的默剧表演真的是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心里去了。后来导演跟我说要临时换一个演员，也很出色，但是我心里张双剑的标准已经在那儿了。但是我看完你的节目以后，我也好喜欢你。谢谢。而且我感觉我不仅看了一个舞蹈片，看了一出默剧，我感觉我更像是看了一部动画片。这个节目里面那个动画感特别强，是你们特意安排设计的吗？对，是吧？嗯，对，默剧表演就是要夸张化，点是点，要把那个点做出来，要夸张。小宁老师，你还认识我吗？我知道，但是你怎么还在这里？门门，你不是下一个节目不是你还要演吗？是的，是的，各位老师，我你赶紧把你的头给拆了，行吗？对对对对，是门门吗？门门，是门门还是门门？老师没认出，没认出来。对对对对，然后我还要去准备下一个节目，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所以快去吧，再见哈，快去快去，因为门门一般都是演那个恋爱中的少女，对对，门门，我觉得这种包租婆的形象更适合你，好极了，你们这题材我很喜欢，说实话，他们一开始演，这整个剧本我已经全想到了。即便是我全想到了，最后还是被感动到了，因为这种题材影视剧很多，都很多，但是默剧还是第一次看到。嗯，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一份温暖，谢谢，谢谢，嗯，谢老师。我先表扬这个壮壮的父亲，对你来说演这个戏是个体力活哈，不容易，因为你要背着很多很多的这个身上的脂肪在跑，我以为是道具，跑得很艰难，还拜倒在小妮的脚下。哎哎哎哎，对啊，对，但是我依然为他们邻里之间的这种互相关怀的温暖而感动，我又一次相信了努力奋斗改变命运，谢谢你们。你刚才那个花的那个是练的吗？对，练的。就这次练的。致敬卓别林大师。对，这卓别林的。卓别林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刀叉舞。对对对，一般的很多人练不会，这个真练不会。他的节奏感好，因为他是舞蹈演员出身嘛，节奏感好，所以他节奏感很好，而且他那种异化的肢体不难看的，搞怪又搞怪，他很可爱，真的挺好，就那种哎那样。其实跳成那样比好好跳还难呢，是是不是？还不如好好跳呢。对，但反而最后这一番的这个，你可能要会需要更认真的恢复一下，跳得更美一点。对。那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最点题的，或者说最让我们觉得是点睛之笔的，就是刚才蔡老师说到的这个名字，叫父爱无言，就是爸爸的爱永远都是像细水一样流淌的，沉默不语，但是永远的流淌在我们的心中，所以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它就是默剧恰好能表现出来的这份沉默的父爱。接下来要见证两个小队之间的比拼了，来，有请马旭东。马旭东，你们的预约值是127，对。那我们李大脑门这边呢，他的预约值是122，123，122，
522。我说蔡明老师回答正确，122的预约值。所以这一轮当中优势在我们的马旭东这边，那也就意味着张维维小队再加一分，2-1。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我是一个算是新人，能参加这个节目能得到122的预约值，我的天哪，我感觉太惊喜了，对我来说。太棒了，哎，特别棒，妹妹，特别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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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不选我，我不配，谢谢，特别棒，特别棒，特别好，特别棒，特别棒。刚才我们夸你半天了，真的特别棒，谢谢谢谢，特别好，这姑娘演的多棒，太棒，我会继续努力的。好，辛苦啊，辛苦小马，辛苦文哥，哎呀，俩节目都非常好，挺好的。两位包括刚才在台上演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吗？我其实演的时候就完全空白了，就只能是专注，很投入，对，只能专注那个东西。因为我有很多就是走位要记，所以想不到太多。挺好。就是你没演的时候，我们就很期待，因为其实确实是我是确实第一次看女孩演默剧，对。然后我们就不知道女孩能怎么演默剧，而且因为人默剧吧，一个是肢体，首先这其实女孩演就不占便宜，是她这个肢体是需要核心力量的控制力啊，各种。人家门子又是一小挺秀气一小姑娘，对，白白净净的啊，怎么能这个脸上使什么线能又舒服又把包抖明白了？而且还不是感觉显得特别过刻意、啊，对，嗯，演的还是真好。尺寸什么都挺好的，谢谢陈老师，谢谢。你等会儿吧，你看台上这门门演了几个了？哎呦，我们是得看了哈，先瞧着吧。接下来要上台切磋的喜剧人，他们分别是张维维小队的于钦南以及金飞晨曦小队的李丁郑健两位。首先上场的是于钦南，为我们带来《通话中》，掌声欢迎他们。媳妇儿，你别生气了。好，我可以不生气。晚上兴趣班，你带儿子去吧。你让我爸去呗，我。你可别让咱爸去了。上个月去跆拳道班，给老头腰间盘干突出了。上周去散打班，给老头椎间盘干突出了。昨天带孩子去短道速滑，老头会滑不会停。咋的了？啪叽，脸盘子干突出了。哎，那你让孩子参加那些班干啥呀？我让他学这些，就是让他别像你一样窝窝囊囊的，每天气我。我哪儿窝囊了？我，那老公不得挣钱吗？媳妇儿，钱呢？老公，这，少来这套！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你。媳妇儿，你别生气啊。这谁手机啊？没有密码，新手机，这失主丢了多着急啊！我怎么联系他？我拿这个手机给我的手机打个电话，我就知道失主的电话号了。我再打过去，我就能联系到他了。过来了，拨过去。这怎么来电话了？未知号码，诈骗电话，挂了。这咋给我挂了呢？应该是忙吧，等他给我回信吧。哎呀，哎呀，我说那谁，哎呀那谁，快帮我拿一下，拿，快。今天咱们售楼处该轮到谁打扫卫生了？他。那谁你怎么撒谎呢？那条数都在你手里呢。这不你刚给我的吗？谁给你了？
今天不是我，明天才是我。对，明天了。你瞅我干啥呀？干活吧。那谁，你们这不欺负人吗？欺负谁了？欺负我了。 你谁呀？我是咱同事啊。咱同事在咱们售楼处，你自打来到现在卖过出去一栋房子吗？啊，那谁？不是，我有名字，我叫于清南。谁问你了？在咱们这儿卖不出去房子就不配被人记住名字。就仨字记不住啊？记不住。哎，贾斯汀·比伯、爱因斯坦点孔，你别这么说人家，你这么伤人多伤心呢。安吉丽娜·罗伯茨·辛宇，我说他咋的了？一个新来的啊，就这么多字儿，巴巴就能记住，我这仨字记不住。你那太烧脑。嗯，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啊！我们点个名，安吉丽娜·罗伯茨·辛宇到，贾斯汀·比伯、爱因斯坦点孔。到。妈，这一天太累了，散会。我经理没点我名呢。你谁呀？我是咱员工，我都来半年了。你都来半年了？哎呀，你存在感也太低了，我仿佛都不认识你。嘲笑他，哈哈。对了，你叫啥呀？我叫于清南。叫啥？于清南。南。哎，我说你也太难了，半年了一点业绩都没有，搁这儿养老来了。讽刺的，呵呵。我强调一下啊，这个个人业绩不行且能力差的，自己心里有点数啊。抓紧时间把这打扫一下吧。啊，那谁？打扫就打扫。你可算来电话了。对，手机我捡着吧，放心，丢不了。啊，哎呀。不用夸，不用夸，应该的啊！等下班我就给你送过去。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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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谁让你打扫，你在这打电话？不是，这手机。这手机，这你手机啊？你等一会儿啊。这肯定你手机哈，在他手里肯定是他手机。不是这么好的手机，他于清南竟然能，我记住他名了。钦差的钦，南北的南啊，对，是我钦南啊，南。哎呦我天啊，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部手机应该是全球限量50台，光有钱都买不到的那一款吧。这手机这么贵？装装啥呀，自己动用多少关系买到的他心里没数啊。哎呦我天，低调又奢华，怪不得呢你不在乎公司的业绩啊。我能再看一看这么好手机吗？啊，你看。别别，我给看脏了再。不是，你看。我不配，我不配。别别。哥啊，哥哥，今后在咱们公司你就是我亲哥。有啥事你就吱声。吱，咋了哥？吱吱，咋了咋了哥哥？吱吱吱吱吱吱吱，咋了咋了哥哥哥哥哥哥？你别下蛋了你。需要的话我马上去学。不用不用不用，那没啥事儿，弟儿先撤啊。您先忙。行行行。哎呦我天哪，啥家庭啊，用这手机啊，身份肯定不一般呐。这手机这么贵，他居然能改变孔哥对我的看法。哎哎，干啥呢？啊，那个，听说你换了个新手机啊？来我看一下，看一下。哎呀，拿过来拿过来。这是你买的呀？据我所知，这台手机全球限量50台。这真是你买的？啊！前两天我去集团开会，我们于董事长也拿了这么一。你姓啥？免贵姓于。在没有搞清楚之前，你这个于还不贵。于董事长有一台，他也有一。冒昧的问一下，小于，你的父亲是不是也姓于？
不可以吗？太可以了，这事儿你就别再跟我客气了。那我不光父亲姓于，我爷爷也姓于。妈，你们家好多鱼啊！谢谢谢谢。哎呀，于哥，哎，您叫我哥不合适吧？哦，对对对，不合适不合适。于阿哥，哎呦呦呦，您快起来，您快起来。呀，董事长给你来电话了吧？啊，快接呀！爸呀，爸爸爸爸爸，把话跟你说清楚啊！你手机现在是在我这儿，但是我得晚点再还给你了。我现在有点事儿啊，不好意思啊，撂了。爸呀，啊。公司这边啊，啊还是挺好的，但是他们对业绩垫底的员工很是苛刻嘛，啊也是可以改正的，好行，那就这样了啊，爸，我说经理啊，哎，叫什么呢？经理是你随便叫的吗？我叫小东。这样显得亲切，这样不好吧，小东？哎呀，得劲儿！我也得劲儿。哎呀，哎呀，哎呀，我碰着你了。没事，没事，没事。宇哥，啊，那个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呗，咱俩喝点，欢聚时刻就喝黑马特。酒是好酒啊，饭呢我就不去吃了。咋的呢？我今晚有事儿啊，我得提升业绩啊。您说的业绩不好要被开除。呸！我什么时候说你要开除了？我说的是你特别的清新脱俗，俗除除俗，小押韵，哎，舒服多了。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是不是？是你们这儿卖楼是吧？哎，你好，哎，你等一下，等一下。哎，兄弟，哎呀，今天这手机呀，可算到货了。我都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不？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是咱们全省第一。第二个拿到的，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兄弟，可以呀，啊，渠道挺硬啊，手机拿的比我还早，啥也不说了，交个朋友吧。要追手表来，交朋友行，以后买房子你就找我吧。哎，实话跟你说，我今天就是看看这边房子怎么样啊，我诚心买啊，咱俩还这么有缘，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手机这方面呢，我已经输你一筹了，买房子不能输。我看看，哎，你看看，哎，这，咱这边楼都特别好，我看看啊，嗯，哎，就这个，您要哪一层？我要每一层一栋。你要一栋？我，哎呀，我要一栋，你别一栋啊，回来。一栋不动，在哪儿交钱？后面那栋。行，动，激动，感动。大哥，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哎，哎呀，还有好多呢。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哎，你好，手机是在我这儿，但是我这两天要出差了，刚决定的，所以我得晚两天再还给你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不是我凭什么要给他卑躬屈膝呀？他是谁呀？他上楼处全体同仁向于谦男致敬，放礼炮。于哥啊，给大家讲两句。我哪会讲话呀？撤。总的来说呀，咱们公司氛围还是不错的啊。我呢，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到了今天的这个位置，绝对没有偷机取巧啊。你们以后要多请我吃吃饭，嗯，多向我请请教，嗯，下次选经理的时候选选我。啥也不行，啥也指望不上你仨。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我还有事要干。哥，你还有啥事要办呀？你忘了，今天是我指日啊！救命！干嘛呢？我拜我努力上心，说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谁人在我未为意？停，下去吧。等等，于其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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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媳妇儿，你咋到这儿来了？我这不正要去开家长会吗？顺路来看看你。哎，我刚才怎么听一群人呜呜泱泱的？你又闯祸了。我没有啊，我今天卖出去一栋楼，他们刚才给我欢呼呢。哎，你虚荣心强出幻觉了。不是，你怎么总瞧不起我呀？那是我瞧不起你吗？你干过一件让我瞧得起的事儿吗？哎呀，这谁手机啊？我的。把你卖了都买不起。我今天卖出去一栋楼，我买过来奖励我自己的。你卖出一栋楼，你就吹吧你。啊，哎，兄弟，这一栋楼合同我签完了啊，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大哥。哎呦，这是弟妹吧？我媳妇儿。这手机，你俩一人一台呀？我这手机是我。哥们儿，我跟你更正一个事儿啊，这手机我不是全省第二个，我是第三个呀。这回相信我了吧，老公？那你还真生我气呀？你别往心里去呀。你要找这么说话该多好啊。嗯，宝贝老公，以后我每天都这么跟你说话好不好？那以后早餐我想吃你做。呸，想得美。卖栋楼你就飘了，拿着，晚上多给你炒俩菜，给你庆功。哎，炒菜的时候别放豆油啊。不放豆油放什么油？放 I love you。 哎呀，这都老夫老妻了，怎么还这么腻歪呀？啥？腻歪。反过来说。我爱你。我也爱你。讨厌讨厌讨厌！嗯，我开家长会去了啊。去吧，媳妇儿。拜拜，老公。拜拜。哎，你好。您好，是钟楠的父亲吗？哦，对，是我。我是他的老师，您来开家长会了吗？哎呦，老师，您不知道情况，我今天特别忙，我卖出去了一栋楼啊，我爱人去了。我不管你卖出去几栋楼，您跟您爱人来一趟吧。您孩子在学校犯了点错误。哎呦呦呦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对不起。那个老师，那您让孩子接个电话。好。爸爸。儿子，在学校犯什么错误了？爸爸，我错了。我问你犯什么错误了？我在学校拿了同学玩具，没还给人家。你为什么拿人玩具？为什么不还给人家？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爸爸，我知道错了。我问你为什么不还给人家？因为我有了这个玩具，同学都愿意跟我玩。爸爸，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还给他。喂。
2021，请预约。加油加油加油！3、2，都预约完了哈。谢谢谢谢谢谢。预约结束。哎，挺深刻的，对，其实挺深刻的啊。你看小鱼的东西都是这样的，真是，都是看完写完以后会让你想点什么。真是，说实话，一开始小鱼那资料上写的是个编剧，我就没有对你抱有特别大的信心，然后一路这么一点点看着你走过来，真的还不错啊。我觉得在编剧里边是长得最帅的，编剧里边是演戏演得最好的。哎呦，别老师、编剧里边我说的是，你没有什么可那个谦虚的。好，我们蔡明老师身后的这几排全是我们的编剧，来，大家站起来。对，他这个作品很精巧，设计很精巧。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从这个捡到这个意外之物，就是人生的道具了，等于是啊，到在同事的这个吹捧当中迷失自我，带到最后幡然醒悟的这么一个契机，就回到你最初你的孩子那一句，我捡到了一个玩具，因为这个他们才尊重我。哎，这个点返回，这个点真的还挺棒，还挺感人的，很巧妙这个点。嗯，我还挺喜欢，包括薇薇他们也用到了一种对照的手法哈，就是新娘爸妈带着新娘，然后这就是他小时候对照、那现在又是父亲的成人社会和孩子的这个小社会做对照。无论世界如何变幻，但其实孩子的世界也是浓缩的成人的世界，孩子也能教我们很多的道理。今天的预约值都特别低，光顾着鼓掌了，忘了预约了。是，就是其实这样挺好的，就是与其所有的人哗欢呼，还不如有点压力，好不好？好，你们的预约值是120。3，还可以，好不好？还可以，还可以。来，你们就坐观摩区。教育这个东西很重要，你必须要做到以身作则。作为一个父母，最大的惩罚就是你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不好的人。那为什么变成不好的人？是因为你就是那样的人。哇，我觉得这个就很扎心。喜剧新春佳节，悦享狼牌特区。喜剧的喜剧由狼牌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浓酱兼香，龙马奔腾。狼牌特区恭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过年好。那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咱们特别熟悉和喜爱的李丁郑健两位，为我们带来一个节目叫什么呢？今天不说相声。好，谢谢，感谢，再见。掌声欢迎他们。这次我们那个整个的节目梁子啊，就是大的方向是双簧。其实刚跟郑老师说是双簧的，郑老师觉得哦，那很好啊，这好弄啊。然后但是把本子给郑老师，跟他讲了一遍以后，郑老师会确实会觉得，我不知道李丁能整出什么样的意想不到的东西来，知道吗？不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双簧，不是一个正正经经的双簧。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我们给您说段相声。两个人站上台呀、得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啊，我呢叫做李丁，哎，他呢叫郑健，没错，郑健老师是我非常喜欢的老前辈，哎呀，不敢当。但是呢，他也有一些他的毛病跟缺点啊，那是人就得有缺点吗？郑老师的缺点是什么呢？他呢特别的胆小，不爱说话。您先等一会儿。所以说郑老师啊，他学相声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能够克服自己。您先让我说一句，郑老师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克服他自己的社恐。谁社恐？你干嘛推我？我没。郑老师，郑老师，郑老师，你回来，回来，你别走。你们走的还挺快呢，你怎么走了？能不走吗？怎一个字儿都不让我说呀？没不让您说呀？社恐恐惧症。不是，我一逗哏吧，我就特别的紧张。这我一站桌子外边，我就没有安全感，我就想着赶紧把这词儿呢都背完了，然后咱们就完了，就挺好。那你也不能背我的词儿啊。
这倒不错，逗哏的词儿，捧哏的词儿，一个人全说了，我不走，干嘛呀？哦，是哈，那郑老师，咱们你看有没有这种一种可能啊？啊，就是那个咱们演一个呢，没有逗哏的节目，没有逗哏的节目，哎，单板滑雪。这包不错，就连捧哏都没有了是吧？单板滑雪干嘛？我的意思说，就是看不见逗哏的这么一个节目。咱演一个大变活哏。我郑老师，郑老师，您这是大力出奇迹的包袱啊，都是。大变活哏是什么？郑老师，我确实从业时间没您长啊。但是您不能拿我当一个小 baby 吧？大变活哏了怎么样？行了行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别逗我。这样吧，哎，按你的意思，嗯，咱俩演一双簧。双簧？你还是个小 baby 啊，你连双簧都不知道。双簧我知道知道，双簧嘛，双簧应该是两个人对不对？对啊，就是一个人在前边，嗯，一个人呢在后边，对，然后一个人呢是连说带唱的，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对口型做表情。你这不全明白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啊，来这个，哎，来这个，咱看咱分分角色，谁在前边，谁在后边？那肯定是您在前边连说带唱了，那你就在后边负责休息。我去休息干嘛？我怎么休息呢？可不呗，我一个人在前边，啊，连说还在唱啊，这不改单口相声了吗？啊，也可能是脱口秀，也可能是小柯老师自己表演了一段单口的独角音乐剧，也可能我把你轰下去，我自己表演。对对对，我郑老师哪儿那么多零碎啊？大脾气。那您说这双簧怎么分工？应该是凭你刚才都说过了。我觉得我说的是对的。前面这个人呢，啊，负责表演，后边这个人连说带唱，但是你看不见他。哦，后边的人连说带唱，看咱俩默契的程度。哦，明白明白明白，啊，那肯定是您在前头，我得在后头。我确实站前头我就紧张，然后您在前头就显得不一样。哎，而且主要不是说因为我紧张 啊，就是您这个体现您的这个表演的功力，对不对？我给你做个示范，不是做示范，主要是显您啊。行，我没问题。咱这双簧，这来把椅子吧。我给你搬把椅子去。来把椅子，来把椅子。我给你拿把椅子。哎，让这年轻演员学学什么叫双簧。来来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哎，好，双簧的这个程序都知道吧？程序太知道了。我往这一坐啊，一拍这小木头，懂，就算开始。你说词儿，我表演。懂了，是吧？来来来，懂。大伙儿看看我们配合这点双簧怎么样啊？一拍木头就算开始了啊！哎，正见我今年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真不错，超过金飞和陈曦。好，钟老师，谢谢您肯定我。我谁肯定你了？我特别需要您的这样的鼓励。李丁，你仗着我的嘴表扬你自己，这可不行啊。显得不谦虚了，是吧？谦虚点儿，不能表扬自己，是吧？换换词，太不像话。换词儿，前面的词儿可以吗？前面词儿没问题，还行。那就前面就这意思啊。换一个，明白明白。再来啊！正见我今年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不咋地，但最次的是金飞和陈曦。好，这我还行，嗯。朋友们，我找到双簧带给我的快乐感了。郑老师，我这回可没有表扬自己啊。是啊，你骂得更狠了啊。不是，我都蹲后头了，对不？我还不能捧捧我自己吗？我演段双簧啊，大家就连我影都没看见。双簧你就得蹲后边，你要影干嘛呀？我得显得，那我不能白来一趟，是不是？您坐下，我有办法，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我都想好办法了，就出录个影嘛，不就是，对不对？哎，我这一口还没吃呢，怎么都撤下去了？不是，待会儿再吃。哎，这个很，这想干嘛了？这是？哎，你看见没有？你看什么呀？这样，不就有影了吗？
他为了让自己逗哏不紧张，他弄后头去，看不见呢。你这样，你听着他这有一点啊，你看他的节目啊，就是创意什么的都还挺新的。他就是他喜欢突破。你看这，你别说，这真有影的，这是双簧第一次演，咱们就这么演双簧好不好？行啊，可以来一把吧，哎，来一把吧啊，哎，哎呀，这真是头一次，咱们这么演吗？哎，这个李丁，我就直接说词儿。你这词儿可别太长啊！哎，第一次合作啊！哎，对对对对对，我得照顾一下咱们这个老同志嘛，是不是？词儿短太长，对，哎，就合不上嘴了，您就是不是？是是是，越短越好，您放心。哎，我都准备好了。哎，这页纸就够了。哎，这个词儿倒不是很长，我看看啊。哎爷，我看看咱们从哪儿开始说呢？他怎么老那么忙叨呢？长篇双簧啊，没听说过，这不行吗？这个不行，越简单越好。我啊，哦，你让我省点事儿是不是？都越省事儿越好。明白明白明白。好，我明白了，那我省事儿。道具呢？这是可以可以，来吧，开始了啊，开始。哎，两元两元，只要两元，全部两元，一切两元，香菜。豆皮儿、油麦菜只要两元，面筋。李丁，李丁，停停停停停停停！怎么了？又怎么了啊？你说怎么了？你拿小喇叭喊什么呀？你，我不是拿喇叭喊，我拿喇叭喊，您合上口型不就行了吗？那不行啊，你不能拿喇叭喊。我那好，那您说怎么着？怎么着？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给我出来！干嘛出来呀？你出来！我想揍你都够不着，我告诉你吧，啊，那您说这喇叭怎么不行？有拿喇叭喊的吗？喇叭有拿这喇叭喊的吗？不是，那喇叭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双簧吗？这个喇叭声不挺大的吗？大也不行，它没震撼力呀，啊。你这双簧给大伙耳目一新，你得有震撼力。哎，一出来这有炸场的感觉。要那种，哦，对，炸场是吧？明白吗？还得震撼一下哈，炸场最好。我想想，咱们尽量炸场啊！啊，还得震撼。听见了吗？我想想，还得炸场，啊，要炸场啊！来吧，新年到，笑一笑，大街小巷真热闹。今天我来放鞭炮，说放就放，砰！哎呀，好个好。好家伙，李丁啊，看来你对炸场的词儿这理解有偏颇呀！啊，你这么弄那么大炮仗干嘛？陈老师，这包不错。您觉得这回这个震撼力还可以吗？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还炸成这，还戴个头套？不是，那哦。表现力都不知道，震撼不知道吗？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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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我错了，这个我确实理解错了啊，不是为了体现我炸场，对吧？舔脸这还表演，主要是体现您的震撼力。哎，这大家可能不了解，我得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郑老师的震撼力，咱们整个相声界。哎，这是，你说，哎，慢点，大点声。郑老师的震撼力，那在我们相声界首屈一指，就看您的震撼力了。夸了，好不好？赶紧说词儿，没问题啊，就震撼一下，啊。带震撼力，拿着你这个，拿着，不许再带上了。啊，看您的震撼力，看您的震撼力啊！那咱们来一段《茉莉花》，您觉得怎么样？可以啊。观众的掌声齐刷刷，今天唱段《茉莉花》。哟，还有音乐，有，他这挺新奇的这个，科技相声。三、二、一，走。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想也想不过它。我有心。冰叔那个牙呀，他跳上了啊！将我妈，我有心采一朵戴看花边儿，要将我妈。
李丁，李丁，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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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老师，不愧是老艺术家，您太棒了，大家已经被您征服了，郑老师。被你征服了啊！不不不，被您的柔美征服了，郑老师。你比我还柔了啊！郑老师，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你还听不懂我说什么？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啊！你怎么跳上舞了？我跳舞了吗？我没跳舞啊！刚跳，我没跳舞。那不承认？我没跳舞。你刚才都助跑了，我没有。你还来一大跳？我没有。老头给来一个。我看见了。我没跳舞吧。你不能跳啊！我跳，知道吗？是想的让您跳，我没跳。你跟着跳什么呀？不是，您别急，郑老师，我这咱们换一段，咱们换一段好不好？郑老师，喇叭放下。换一段什么呀？咱换一段这个就欢快一些的吧。这欢快点，我跳，知道吗？对对对，你跳起来是不是该搅和了吗？我没搅和，我觉得我没跳舞啊。真是的，我跳，知道吗？是您跳，我没看我。哎，好好，看您，看您。抬起头。音乐响，正见今天嗨爆全场。Show time， one two three go。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啊上学堂。又来了吧？又跳上了吧？又抢戏了吧？快乐学习，德智体美，个个是强项。你跳没跳？你跳没跳？我都看见你跳着了。没。你还没跳，郑老师，郑老师，这玩意儿您怎么跑进来了？这是我的工作岗位啊，郑老师。你的工作岗位，李丁，我现在全明白了。我，这样吧，啊，拿着这个干嘛？我戴这头套，不是我在这儿，郑老师，我在这儿，我听着你了，李丁，你在前边表现你自己，让大伙儿看见你。郑老师，别生气，郑老师，郑老师，虽然您现在模样特别幽默，但是您先把头套摘下来，郑老师，老师，听我说，来来，你出来，皮影像，没不戴这样的，不戴这样的啊，对，哪有这么搅和的啊？你再这么跳，倪萍老师都快哭了，你知道吗？啊。我看倪萍老师乐得挺高兴的，少来这套。郑老师，郑老师，听我说，那个我错了，对不起，我不应该跳，我确实错了。对我，您一跟我急，我发现了，我刚才确实是跳舞了，我是跳了，为什么跳舞啊？可能是因为那个音乐一起，我的 DNA 就动了。李丁，请让你的 DNA 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好不好？啊，那您我跳，你不能露面，大伙不能看你。您有什么要求？您慢慢说。什么要求？不能看见你，就别让大家看我就行。大家别看他，你看我，这还是对了。那您管得了我？您还管得了大家爱看谁？郑老师，不是，这是双簧，就是这种形式，你知道吗？那我也没脚戏呀，我这你。你就随便说，我随便说，随便唱都行。好好，但是那观众，你别看他，您看我这边，你千万别看我。啊，就那咱们换一段，换一段，咱们来一段话剧好不好？演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别看你，就不看我，不管，不能搅和啊！你别老看我，对，时间差不多了，主要看您在前面表演。哎，别看我，别看我，你说这什么孩子呀？这是你怎么老看我呢？怎么不能看你啊？开始了啊！还有提示牌啊！啊，再来啊！哎呦，李丁啊，你这准备了多少道具啊？没有道具了，郑老师。那就开始，开始。我们的双簧还挺逗，今天要打小怪兽。这叫什么双簧啊？小怪兽都出来了！啊，怪兽！姐，你别怕，这儿有我呢。李丁啊，大辈儿，这么演不行。钻出地球，李丁，我求求你了。太厉害了，你叫什么名字？别叫我英雄，我叫逗你玩。嗨，就这个，别挨骂，去你的吧。我呀，没听说过。您跑我这儿说相声来了是吧？哎呀，不是说相声，后边还一只呢，在哪儿？我去看看去。看我给你逮出来，你看看这么大一只，看我不打他啊！看我抓你扁桃体啊！叭叭叭！哦，哎的，给你来一大背胯，嗨。哎呀，好家伙，你可太幼稚了。那当然了，在幼稚这圈里边，可没人赢得了我。我再一次拯救了地球，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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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那个掌声还挺热烈的，郑老师，我觉得咱们成功。走了。哦，就这么新颖的节目就不演了是吧，郑老师？行，他不演，我随便找一个人就跟我演。来，后边来一闲人，来来来，给我演一个。哎，这就你吧，来来来来来来。那个，今天咱俩表演一个节目啊。好呀，好呀，不行，你赶紧鞠躬啊你。我们把郑坚老师请回来吧。郑坚老师，您回来吧，您回来吧。刚才郑坚老师就离开那一下，应该是您这么长时间以来最为真实的一个表演，因为表达了您最为真实的心声。早都已经受不了他了，早就想下去了，早都想离开他了。挺热闹的，对，不是李丁他其实你看他每其实每一期都在创新，是，但是这回我也挺佩服他一点的，真的是才思泉涌啊。对，就是每一次都能想出不一样的玩法来，我觉得这点还挺难得的。嗯，他跟郑先生这个顽童系老手，对，一直用这两个，对，玩的其实挺淋漓尽致的。累死谁？郑坚老师辛苦您了，郑坚老师辛苦您了。对，郑老师真的是辛苦了。三二一，请预约。三，就看见你的牙了，李丁。一，预约结束。我跟郑健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郑健是个最有宽容度的，你怎么着我都能够拖着你抱着你。今天你实在是太作了，把人家都气走了。不是，郑健老师也委屈着自己，配合着李丁，就各种折腾。因为我跟郑健老师在排练每一个节目的时候，然后都是能够相互的促进。我特别感谢郑老师，然后能陪我站在这个舞台上做各种的尝试。李丁他就是一个，我老说他这孩子基本上是一神经，你知道吗？是一什么神经呢？就是一个相声啊喜剧热爱到极致的一个神经，着魔，不着魔不成活。这孩子就是一个着魔的孩子，能看出来。真的，他永远就在琢磨包袱，琢磨喜剧形式，琢磨什么，永远是这样的啊。你比方昨天晚上他早到了，我昨天晚上过来嘛，今天一早化妆啊，然后他到我房间给我拿了一大罐梨的罐头，他们家自己做的梨的罐头，跟我说特别甜，我说我不能吃甜的。然后呢，他说您看看我明天要演这个双簧，我说好，我给你看看剧本。我在看剧本的时候，他一勺一勺的吃光了送给我的罐头。所以他嘴才这么甜，是吧？我想着别浪费了。然后走的时候把瓶还拿走了。瓶都没剩。瓶也没有剩。汤都没剩。听见没有？听见没有？下回给你换一罐咸的。瓶可以再做新罐头的。他永远在出圈，出自己的舒适圈。但如果你真的李丁是像蔡明说的这样，总是走出勇敢的自我，没人逼你走出你自己的艺术的舒适圈的话，再过几年你可能很了不得。我们有请于青南和他的伙伴们走上舞台。于青南和他的伙伴们获得的预约值是123个预约值，李丁、郑健老师和他们的预约值相差0。哇！123打平了，打平了，打平了，也是123个预约值。哦，真的，也是123，太好了。这就意味着你们两边两个小队要各加一个积分，各加一个积分之后，总的积分肯定是有一个高低的，究竟最后是多少，我们稍后来揭晓。谢谢两组老师，谢谢。
来了。哦，一回来又看见他了，这亮的。真好，真好，真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真好，就算完成了，就算完成了。哎呦，很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够热闹，够热闹，活活累，行吗？可以啊，就是唱的差点。辛苦，辛苦，辛苦。本节目由狼牌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喝狼牌特区，开盖扫码赢大奖，龙酱兼香，龙马奔腾，狼牌特区。和我们的这些喜剧人朋友们相聚了有九场聚会了哈，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跟他们连个线，好好跟他们打个招呼。来来来来来来来，喜剧空间的朋友们你们好。哇，难得跟你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连线。哎，首先要说长远你辛苦了，真的，你还好吗？我挺好，我挺好。刚才这个一直看四位老师，哎呀，点评都特别好，然后还这个挺心疼我的。谢谢谢谢小倪老师、倪萍老师、蔡明老师、冯雷老师，谢谢你们。那个差不多了，我们客套话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进入正题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宣布一些比较严峻的事实，也就是我们喜剧的喜剧今天到了第九场聚会了。接下来我手中拿到的就是我们这两场聚会最终的一个结果和情况，好不好？因为现在是两个小队嘛，一个是张薇薇小队，还有一个是金飞晨曦小队。这两个小队他们之间的这个预约数，获得预约数的这个积分比非常重要，是因为积分高的那个小队将全员进入下一场聚会，只要你的积分高，你就全员晋级，全员进入下一场聚会，就这么好，就这么刺激。所以张薇薇小队和金飞晨曦小队获得的席位情况为3-2，让我们恭喜张薇薇小队全员进入下一次喜剧年度大剧的聚会。全员进了啊，全员进了，下班下班了。哎，还有坐这儿。因为进入到我们喜剧大剧一共有6个席位，现在已经许出去4个了，还有2个席位正好也是我们金飞晨曦小队在刚才的表演之后，这个小队获得了2个席位，他们分别是金飞晨曦和李丁郑健，祝贺你们。哦，就是预约值高的是吧？明白了吗？虽然他们是以一个积分落后，但是因为在刚才的比较当中有2个胜出的，所以他们就直接进了，我们就不用再去选了。特别特别可惜的就是我们小柯团队和李大脑门两个节目也确实跟我们其他的团队就那么一点点的差距，很可惜，但是我依然非常非常强烈的邀请你们还是能够以嘉宾的方式回到我们喜剧的喜剧年度大剧当中，为各位喜剧人的表演添砖加瓦，好不好？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欢呼声送给我们每一位喜剧人，他们现在是真正的家人了，所以我们不要打扰他们，现在的时间交给他们来，好不好？互诉衷肠，来，喜剧空间交给你们了。好，这个我们这个品销团那边已经给出了我们这一次的结果啊，虽然这个结果这其实对于我通过这几次录制，我是觉得结果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次聚会大家认识了啊，就像李丁贤弟刚才说的，我们这个三人行必有我师，从大家的身上呢都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也认识了我们的彼此，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对吧？相信这几期录制呢，大家也有好多心里话想对这个节目组说呀，或者对每个人说呀。哎，在我们今天呢，大家应该还据说写了一些这个心里话，是不是真心话？来，咱们看看，这都是往那边传递一下，自己拿自己的，自己拿自己的，完了咱给大家念念看写的都是什么啊。咱们从哪边，从男的那边开始吧。哎，嗯，从陶亮上开始。对，陶亮。我写的是勿忘初心啊，就是每个喜剧人大家都勿忘初心吧，都别忘了自己是干啥的就行了。哎，真好，挺好啊。
对方队长。哎，我这个是感谢节目组让我们相聚在一起，紧扣我们节目主题，就是让我们原来可能很多不认识的朋友这次变得认识了，有很多原来认识但是不是很熟的朋友啊，这次可能是更熟一点了，就是感谢这个节目把这些人聚在了一起。嗯，皮皮啊，刚才文文哥好像就把我的这个给概括了，我念。他说照着你那个念的，你就念念吧。是我拿着我的时候看着皮皮，我觉得呀，你这脑子挺快，一看人家写挺好，我这别念了。又很感谢喜剧的喜剧能让我成为其中的一员，特别开心认识这么多新的朋友，希望我们在节目里成为朋友，台下也能成为特别好的朋友。朋友们加油，皮皮加油。嘿，好。好可爱，不但写得好，小伙子念这套词儿精气神都在，你看是不是真棒，这是麻花的这个凸显了年轻人那种朝气蓬勃，是不是？嗯，真好，也挺淘气，这对，你看看，嗯，来吧，马一个小藏头，对，长思己过长心意，聚散有时归无期，多增佳肴谁染指，聚人聚气聚相宜，然后藏头长聚多聚。哦，真棒，有水平，有水平，小马。我来，我比较简单。嗯。希望兄弟们享受这个舞台，加油。好。我先说我的吧，然后我就很简单，就很荣幸替双剑老师参加这次聚会，然后也想有机会跟双剑老师合作。然后呢，我还带来了张双剑老师的话，你们读一下哦。嗯，他说这次聚会认识了很多朋友，学到了很多东西，这里更像一个家庭聚会啊！感谢脑门也是我替我参加这次聚会，祝大家能够享受每一次的舞台，张双剑。哦，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双剑兄的声音，还是很甜美的、啊、因为他是默剧演员，平时不怎么说话啊。来，张健老师，我也是参加这个喜剧非常高兴，大伙儿同为喜剧人嘛，我就写了这么两句，很简单，为喜剧添彩，为大众送福。嘿，好，为喜剧人为大众送福，对，最终受益的还是观众，这么多好节目是吧？嗯，来吧，李丁贤弟，我还是要少看皮皮的节目，不然我的相声里就全都是唱跳了。呵呵，嗯，是行，这是说完唯一一段没有掌声的发言，是，我感到不还更简单，然后后边我又写了一个，因为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像话，对对对，然后我希望这个能有掌声，嗯，喜剧的喜剧要结束了，线下的聚会要搞起来，叹号。来看下一个，行，这也是由衷的那个，这翻场比正活还差点意思，你明白？属于翻场啊，把下一个活给刨了的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心这么齐，不知道、啊。不是，我没有说皮皮节目不好啊，我是说就是皮皮节目对我影响很深远啊，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吃了你那个第二个，把我的这个词儿给刨了，刨了是吗？那你的词儿要能接住我的词儿，也接不住，就说明我也很简单，我写的是，我想问。下次什么时候去，谁不来谁是头脸。哎呦，那是我给你，那谁敢不来？狠点吧，你这太狠了。我这个更简单了，八个字儿，嗯，缘起喜剧，圆满喜剧，嗯，真好真好。谁不来谁是头脸啊？是。听了这些真心话确实百感交集，这个但我觉得结果不重要，过程才最重要，对吧？我们获得了友谊啊，获得了一些对于业务上的探讨，我觉得这特别好啊。说实话，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就什么呢，就是我小时候是没有这种像类似于这样的这种聚会，这次呢真是就是从未有过的一种体验，所以这个首先我要感激就是有了这么一次体验，我的这个整个的叫做什么演艺经历又完整了一块，丰富了一下。对，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我自己特别坦诚的表达，就是我跟这个喜剧两个字离得还是有些距离的，没想到能走到第三次，所以我已经觉得特别值得了，尤其又认识了就是你们这帮坏小子哈，我是特别喜欢的。所以以后希望大家就是说，刚才他说那句话，其实第二句那包袱翻得可以。喜剧的喜剧结束了，我们线下的聚会要搞起来。好。哎，但我这不是包袱，我这是真的真心话。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看你同样的话，你说完以后没鼓掌。是。小柯老师说完以后，掌声雷动。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好，谢谢、哦、谢谢我们的张硕老师，特别温暖，非常感动。我现在觉得就是各位在这一次喜剧的相聚当中，已经在彼此身上收获了一份灵感，一份快乐，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就是他们收获了一份真挚的情谊。我相信未来在无数次的相聚当中，他们依然是彼此最坚定的后盾和伙伴。我们再次感谢他们每个人给我们送来的这份温暖，永远爱你们。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聚马上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还是要真诚的邀请现场的所有的品校团的成员，还有各位老师以及电视机前的您，一起期待我们喜剧的喜剧年度大剧，年度大剧，我们再见。